你家里几个孩子啦？我说三个孩子。有爱人吗？有。身体好不好啦？很关心我呀。我身体还不错。孩子们都有工作了吧？我的小儿子刚刚踏上工作，那都有饭碗了，很好。他们都信你的耶稣吗？我都信耶稣。信耶稣干什么呢？我还没讲是不是上天堂了？我当然上天堂。那不信耶稣的下地狱。哦，那很好啊，信耶稣上天堂，你孩子们都信耶稣，这很好了，这我给你庆幸你了，你先到天堂去等着你的孩子们来。我一听这话不对呀，要先上天堂怎么上法呢？不一定要枪毙吗？这么严重了，我就没讲话，他在吸烟，吸一会儿烟。我说所长啊，我请问你了，我们的案件你们怎么处理的？大家把烟往旁边一放，你们信耶稣人不知天高地厚，不准你们聚会，你们要聚会，本来聚会嘛，我们也明白不是坏事情，你们聚会嘛，要信仰坚固，坚固好一点，是做好人的，可你们不通过我们许可，你们要聚会。本来我们县里想了，我们给你个轻的处理，你呢从上海跑到这里面来，是两年劳教，送到大兴安岭-56°，狠狠冻冻你去。其他的人呢，有的是最少是3个月拘留，也有1年也有半年的这样情况。可是你们的香没有烧好啊，我刚刚讨论好准备盖印下决定了，忽然黑龙江省公安厅来个电话，就说了，我你们的案子不准地区和县里过问，这地区是县上一级吗？省和的县之间中间一级了，不准地区和县里过问，他们要组织专案组来处理你们这个案子，你听见没有？省公安厅的专案组处理你，那可不是一个两年劳教问题了，说不定你要上天堂去了。我一听我也很吃惊了，真这么严重吗？当然叫我死并不害怕，这么严重，弟兄姊妹同工这么多，那这一类影响更大了，真这样处理的话，整个黑龙江省那又成大问题了，恐怕家庭教会都要受逼迫了。但我里面很平安，他就说你要想开一点啊，等着公安厅来处理你们，把我送回监房了。我一坐在监房里面的，主啊，这话是你给我说的吗？约拿在鱼肚子里3天3夜，耶和华吩咐鱼把它吐到岸上，这一来看鱼吐不出去了，要把咽下去了，是不是呢？吐不出去了吗？这一类还是小问题了，公安厅管专案的，我起码就是不是死刑也是无期徒刑了，真的吐不出去了。当这样思想时候，里面还是很平安的，很说不出里面的平安。我认为这个很好的凭据，多少次经验，大难处当中，你里面平安，不要着急了，神会不会加你过重的难处了。这样我只好做下去了，也不想着3天3夜早过去了吗？真没有想到神的话奇妙。我们是主日的夜里11点到监狱里去的，整整过了3个礼拜天，3个主日过去了，到第4个礼拜天礼拜一早晨7:03的时候，忽然铁门响了，就是监狱长给我说，你出来把东西拿出来，送你回上海去了。我就是讥笑我的话，看不像，一出监房的门来，我要往外边走吗？他不要走了，有车等着你了，旁边一部小的小黑的小轿车，灰色小轿车等着我来。我一看轿车上面除了司机以外，还有公安局的副局长在里面，副司机我上坐着，这边他们监狱的还有一个科员呢，陪着我上了汽车，开到县城里面那个公安局去了，用他们东北地方大，监狱在旷野地方盖着，反正逃不掉了，离开县城还有20里地的样子，就18里地的样子。一开到这个公安局里面，一进公安局的门了，办公厅办公室里面呢，30-40位公安局人都在屋里坐着了。我很吃惊，这干什么呢？谁的那么平安，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那个副局长在门口站着，另外一个副局长在门口站着，一看我来了啊，马上给我握手，哎呀，老李看我同志了。我心里我和你不同志了，我有弟兄有姊妹，不是同志的，哎呀，这你可受屈了，我们小地方人呐，政治觉悟不高了，你可受亏了，受委屈了。这样欢迎我的，到了房子里面呢，都起来给我向我致敬的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老李同志了，我们的觉悟低啊，我们文化低啊，你可受屈了。
我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可能了，这本什么八卦阵我不晓得了。叫我坐下来给我倒茶，还要让我吸烟，我说我不吸烟。坐好以后了，这个副局长讲，某某人呐、啊，我们小地方还不要放在心里面啊，有机会帮我们呢、啊、说说好话，拉一把，还讲这个话的。刚讲完话他又说了，你的上海领导了来看望你来了。话刚落音，后面个小门门开了，一看上海市的宗教事务处的副处长，常常找我谈话的出来了。我认识吗？他也认识我，他喊我的名字，某某人呢、啊、你跑这么远不通知我一声呢，叫我跑这么远来找你，你早通知我一声，我跟这边联系一下，警察护送你来护送你去，多好得很呢、啊。当时是机巧的话了，你想不到我来看望你吧？我也不讲话，叫我坐下来。东北的监狱的卫生不好了，你们的有没有老白筛了？大概美国没有，那个筛子了，寄生虫了，身上的东西，那监狱筛子多得不得了。到什么程度？我头发一抓，手一抓，两三只，就这样情况。我已经生疥疮了嘛，太多了。我的油啊多得很呢、啊。哎呀，我们上海人没有老白筛的了。你把老百姓带到上海去的话，这个对我的面子不好看呢、啊。我衣服给你买好了，你去洗澡去，把旧衣服扔掉，穿上新衣服，带你回上海去的。我不懂得什么意思了，他把衣服拿出来，我说一旧衣服我不会扔掉的，就是有老百姓在开水里烫，他也可以烫死汗一穿嘛。你怎么节约了？我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节约的，绝不浪费的。啊，那很好很好。你去洗澡去吧，我不陪你，没有人陪你，你自己去，在东莞一个澡堂，你去洗澡去吧。我心想，不可能没人陪着我吧，明里不陪，暗里要陪着我，是吧？监视我，看我是不是看信徒去。我出去东看西看，没有人跟着我，一都一个人呢，天很冷嘛，大概零下17度的时候，那时候冷的不，街上没有行人，就我一个人呢，没有人监视我。到了洗澡地方了，我去买着票，洗澡了。我看那个服务员也不注意我，到大池子洗澡时候的那其他的顾客呢也不理我，我不管你怎么样，我就不出去，整整在里面等两个半小时。那么于是老板就说：“哎呀，这个老同志了，你都吃过中饭呢，你还不去吃饭呢？你回去吃好饭再来洗吧，你再来洗不收你钱，你年纪大了嘛。”我只好出来了，已经2:30了。出来以后呢？一到公安局，他们哎呀，你怎么洗这么长时间呢？饭都扔掉了，我摆好的饭，但是很好的菜了，那我就吃，找一个暖房，你睡睡午觉，晚上搭火车到哈尔滨去，这都不管他。到晚上就到了这个火车站，因为这个牡丹江离哈尔滨还有10个小时的火车嘛。到了火车站以后呢，离开这还有12分钟时候了，我忽然想起，问这个处长说：“我处长啊。”我的身份证在你那里吧？他会说身份证没有给你了。我说没给我，你都不要的。我说我不记得，我哪有权利要的？我是个还不自由人了吗？都给你了，没有给我呀。他忽然就给那个陪我们的科长讲，他身份证都不给他的，说身份证在局长办公室里面呢，在玻璃板底下压着。他也没有讲，我们也没要。上海的处长说那不行，上海身份证告诉你第一块牌子，你不拿的不行。他很命令似的，啊，他那科长说：“哎呀，这个离开那个市，这个市里面呢，还有18里地了。给司机找来，你有办法没有？司机说我试试看吧。司机出去了，一来一回8分钟，忽然把身份证拿来了，当然开最快的速度了。我那边也没有很多车子，路上车子很少。拿来以后，把身份证交给我。那以后过了4分钟，我们就上火车了。”以后到了哈尔滨，天亮到了哈尔滨市，等一下火车，我要往站外面走。这处长讲：“哎，不要走了，有车来接我们。”一看呢，公安厅那个小跑车等在门口，一拉拉到公安厅最高的招待所里面就住下来了。住下来以后呢，他就请我到饭店吃饭。但他一个处长一个科员呢，买了很多菜，但我定义不吃。第一站我就不吃。我在吃你们外邦人饭，我不要吃，饿着我不要吃。他最后说：“他说我告诉你了，这个份呢、啊，我没花一分钱呢、啊。上面指示的呀，要好好招待你呀、啊。我们是陪客呀，你不吃我怎么敢吃呢？你不吃不要紧呢，我们饿着肚子里了。
你能喝一杯冷饮的话呢，也算你吃过了，我们肚子了饿得不得了了，帮帮忙好不好啊？你是上海人呢，你要识相一点呢。这是上海话给我讲了。那我一听，我说好吧，就喝点半杯冷饮，他们两个伙大吃啥大喝起来了。第二天又叫我去了，我祷告以后呢，主我吃不吃呢？忽然主说了，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这句话呢，我吃吧。所以我就吃起来了，我一吃他们吃得更厉害了，大吃特吃的，整整住了三天呢，每天到那个大菜店里吃的，那比昨天江伯伯给我们吃的饭还要多了，还要丰富。什么意思我不知道。到了第二天的下午，忽然那就是安全局了，那个小伯车把我接去了。一进去一看，外面是个民宅，看不出是个机关处所。一到里面，严肃的不得了，到处是武器挂的，冲锋枪、什么手枪的，还有很多这匕首刀都有，非常看着让人阴神神力了，摆一种恐怖情况。马上处长来找接见了，就很严肃说：“某某人，你到黑龙江干什么来？”我说。耶稣叫我来的，第一来干什么？叫我来做见的，做过没做过了？我不知道。哦，不错。你还有别的任务吧？我说没有。有香港人指派你吧？我没有。美国人指派你吧？我说没有。我们不相信，你会从上海到这个山窝里面来了，肯定有任务，你做搞特务工作的。所以这我才明白，那个包了被主救出来。如果那个包被他们收出来，这个场馆的话筒。就是搞特务的凭据了，罪证和物证了，所以主都保守了。当然我不承认，他就很严肃说：“不怕你不承认，我们哈尔滨监狱里面管得下你，你不要想回上海，做梦也想不到。说明你老实交代，我们给从宽处理。今天不审问你了，明天再说。”把我放出来，就要回到我住的宾馆里面，就给我带我那个处长，我处长了，请你帮个忙。我还有几块钱在你身上，帮什么忙呢？给我买一双棉袜子，干什么呢？还要买一条肥皂。你做什么呢？我可以洗洗衣服，这地方冷得很，买被子不可能了，买一双棉袜子，免得脚冻烂，就更难过得很。你是这样打算呢？我昨天晚上你听见没有？那个处长讲的嘛，不准我离开哈尔滨呢，要到监狱里去。哎，你糊涂得很呢，他吓唬吓唬你啊，你不要怕呀，这要没有就没有就是没有嘛。怕什么呢？哦，他这一讲我就得安慰了，吓唬我的。果然不错，第二天也把我踢出去了，因为要再重新审我的。一去的话呢，不是审我的，一大桌菜也摆好了，什么熏花江鱼啦，还有木鱼啦，整鸡整鸭都摆上去了。只有三个人，一个科长，一个科员，一个我。这一次我就感动，绝不吃。11:03让我吃，让他1:01，我喊一口水也不喝。最后忽然电话来了，问他们说吃过饭没有呢？他说这个客人呢不肯吃饭，一口水也不喝呀，那怎么办法呢？我们快开飞机了，还有一个小时，不是3点要开飞机了，还有一个多小时，再不吃饭的话就来不及了，把3张飞机票耽误的话我赔不起。我在旁边听，那一个房子里面嘛，他给我讲好话，他说某某人呐，这样子吧，你看我们饿到现在了，快1:01了，你不吃是不要紧的，我们肚子饿，你不吃我们不敢吃了，这是处长吩咐我们呢，为你压惊的呀，压你的惊了，给你吃的。那这一天我说你怜悯，我说喝半碗鸡汤好了，我汤一喝下，他们都大吃的，吃好了已经快1:50时候了，忽然汽车到了，叫我到飞机上上飞机了。我不懂得了，还叫我坐飞机回上海去了，我是犯人呢，怎么可能呢？但是事情摆在面前，那一上汽车的话呢，离开车还有离机场呢，还有离开飞机时间呢，还有1小时多几分钟。但这个地方呢，离开机场有87里地，但是华丽87里地，要开的很要高速度开吧。所以这个处长说给司机讲，你在掌握时间开快一点，不然的话，一到这个开飞机错了班呢，那就麻烦了。司机呢刚开不到5分钟，哎呀坏了，没有汽油了，又加汽油，很多人排队，不是他们把证明拿出来，我们什么什么任务，就给我先给我们加汽油，又花了7-8分钟，
加好汽油就开了。这时候呢大概离开飞机时间还不到45分钟，不到50分钟了。这处长讲这样能不能赶到他我不知道，赶到我也点过票了，不是半小时以前就停止了吗？他说你得想办法，他说试试看能不能把警报器拿最高的速度，最高的声音呢，所以这红灯啊警察啊通通给我们让路，25分钟开到机场里面87基地了。我是不会开车，你们都会开车，这个速度是多少速度我不知道。一进机场说检票刚过来5分钟不给检票了，那怎么办法？他们找那个机场经理把证明拿出来，当然啊正好正好好好你们来了吗，用小包车把我送到飞机跟前。我们刚刚上飞机就飞机发动走了，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了。到了上海下了飞机，我是犯人吗？当然是了，下了飞机往前走吧。要是有人接我的话，一般是要在机场外边接，不就栏杆外边接，是不是？那除非特别任务或者特别首长，那么汽车开到这个飞机跟前接。我是犯人，还能有包车在跟前接？不可能了，我就提着个包呢，我就小包子往前走。正走时候呢，处长，哎，老弟不要走，我们车子来了。抬头一看，上海市公安总局的车子在翅膀底下等着了。这个司机不知道，他通过电话有紧急任务到机场接一个人。他的习惯说了，能到机场接人不是小官了，大官，他们的话首长，高级首长。所以他一喊说我们车都来了，我一看公安机车，我怎么走过去了。司机一看我走过去了，怎么大首长来了，啪是个经理把车门一开让我上车的。我就不客气的匆匆用上车，上坐在那副司机的后边，前面的副司机就是那处长坐的，这边这个扩员陪着我们四个人嘛，开车出去了。开出机场以后呢，有4-5分钟，我在后边看得很清楚了，司机头一低问这个处长：“什么首长啊？这什么首长？什么大官了？”这个处长说：“也声音很小，什么首长？犯人。”他一听犯人，他很客气，是个经理，让我他说失了身份呢，把手推上一拍，哎，意思是真客气的，他是个经理。但我心里说，你看不配，我是经理的，我全国大师来了，你这不是真比不上我的，这不管他了。我看见朱立文店是奇妙的很，到离家很近呢，他说我们不到你家里去，把你家里人呢受惊动了，你回去一个人回去，不要讲乘飞机回来啊，讲乘火车回来的，叫我撒谎呢。当然我到家里就把情况告诉我的姊妹，当时还有个内地在家里等着我，我就把情况告诉他们。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？不知道了。后来屡次找我谈话，问这问那，最后说呢，你到礼拜堂里去，我说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呢？我和他们信仰不同。他们讲圣经了是讲不错，他们也讲我也讲，他们比我讲得更加好，但是呢那个源头不对，凭他们头脑讲，我什么灵的感动，什么灵啊，我你不懂的，他也不往下问了。一直大概我谈了好几个月吧，就一个礼拜找一次，还要送我礼物，一次送了拍了10来斤橘子送去，我说绝不要。但是这是处长了，叫我们来给你压惊的了，我说我没有受惊了，你们待我这么好，哪里惊慌来了，我不要礼物。就他们前面都把离这个橘子往垃圾箱里扔，不接受他们的。到了5月份时候了，他们谈话结束了，这个处长是某人呐，这一次我们可上你的当了呀。我上我什么当呢？我们花这么多钱派2个人把你从黑龙江接回来，希望你答应我们的要求，你能到礼拜堂里来。据我们的估计了，你能到礼拜堂里面来加入3次了，全国的家庭教会起码有1/3跟着你到礼拜堂里来了，结果你一点不开门不让步。我说朋友你错了，你不理解我们的信仰，你不能用正的眼光看我。我说对人没有任何影响，如果按我的话说，我的灵性软弱了，我到礼拜堂里去了，我的妻子儿子也不跟我去的，真的吗？我一点不错，我们个人信仰是个人和主的关系，我说行真理合乎圣经，有圣灵印证是对的了。不但说我的妻子孩子听我的话，弟兄姊妹也愿意跟着我一同走十字架道路。假如我把路走错了，我不顺服圣灵了，我不行圣经的道理，任何信徒也不会和我一同走了。
是个人和个人信仰和诸基督发生关系了。他真这样光景吗？我一点也不错。那么可是上当了，为你花这么多钱，付这么多代价把你接回来，结果一无所得。我说朋友了，一个好的宝贝你不得呀，那我们一半了。什么宝贝啊？金戒指、手表。我说我没有钱买金戒指买手表。什么宝贝呢？你信耶稣，这个宝贝更加好。算了算了，你要叫我倒霉了，我不信耶稣。你出去吧，我告诉你说，今后你要再在外边发生问题，我再不带你了，不上你的当。这样把我推出来了。这过程大概是这样光景，看见主的恩典，我害怕作奸，害怕吃苦，那么冷的地方我更害怕。主叫我吃苦了吗？这是他的意念，是赐平安的意念呐、啊，不是讲灾祸的意念。眼光太浅了，光凭感觉来断定神的旨意，看不透云雾那一边。所以我们的失败、软弱、失去恩典都在这一点上面。我个人经历告诉我说，我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光是凭感觉、凭自己的情感来认定神的旨意了，与我有利，与我又舒服了，我认为神的旨意；与我不没有利了，我受损失了，因为不是神的旨意了，结果呢，大大的失去恩典，羞辱主的名字了。的的确确，神在每个人身上做的工作，他定义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那么释迦到底这么苦得很呢？就是我们的感觉是苦得很，其实并不苦。说幕后必有指望，就跟彼得说：“你不叫我洗你吗？我现在做，你现在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呀、啊。神的作为咱们身上都是后来才明白的呀。我们早明白的话呢，我们跑得更快了。神不叫你明白，借着。”这一些事情呢，你学会顺服，要明白不要顺服了，不是懂得好处了，你强着跑了，你看不透前面道路，神要试炼你，要的各种方法呢，要来破碎你，肯不肯顺服？你肯顺服了，一顺服下去，看见，哎呀，不是灾祸，不是难处，不是损失，是大的恩典，大的荣耀，实实在在的。我的短暂的和肤浅的经历呢，就告诉我说，主没有苦待我。虽然这么多年熬炼我，也受过一些疾病，受过一些羞辱，但最后呢，主的恩典给我的比我受的羞辱大的多的多了。我为主失去的，主赏给我的那无法相比了。他曾经说给门徒说，为我的缘故你们放下妻子儿女父母等跟从我了，今生得百倍，来世承受永生。这个话是真真实实的了。像我这一个无知无识的人，愚昧的人，胆怯懦弱的人，能被神拣选为他做见证吗？为他传福音吗？不可能啊！但是神就抓住了我，在我身上做他的工作。我就说，神不叫我在做什么大的工作，他要在我身上做造就的工作，要学会一个顺服他的旨意。当顺服他的时候，他的旨意成全了，甚至一成全，见证出来了，要弟兄姊妹看见。哎呀，这一个愚昧的人，这个蠢笨的人，不义的人，能够神怜悯他，神祝福他。可以激发了弟兄们的信心，神他更要信靠神，更要顺服神。所以求主也恩待我们众弟兄姊妹呢，当神熬炼你的时候，造就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和神讲理，不要把自己的得失放在前边，不要人体的荣辱看为第一。神啊，你的旨意我愿意埋然接受，要今天能够伏在神旨意之下，有一天你看见神借着我们他的旨意成全了，他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很多弟兄姊妹甚至外邦人因着我们服从神的旨意，他说你的神是真神是活神，你的信仰真有价值，这时我们的人生就没有白白活着，我们人生有价值的活着，把神的旨意行全了。感谢赞美主，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没有说大工作，我要遵行神的旨意，连吃饭都说了神的旨意在先，该吃饭呢，反倒食物了，我有食物吃，我的食物是遵行神的旨意了。他真是一个标准的人子了，他把神的成全了，上了十字架，人看都是羞辱了，哪有一点好处呢？但是竟然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意思成全吧，毅然决然走上十字架。这一顺服到底，使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希望来了，救恩成全了。如果他不上十字架，今天我们也不认识，也没有你，也没有我们了，没有我了。是的呀，我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，遵行神的旨意是第一重要的，这样你就能够活在神的祝福里面，
活在神的荣耀当中，这人生就不是白费了，能够为主的旨意的活着一生。没有大的工作不要紧，你是很卑微的工作，看姊妹在家庭里面服侍家庭一辈子，你说是神的旨意给你这样做的，你这样做下去绝不是空空的，在神那里要彰显着荣耀来，在教会里有见证，在圣徒当中呢有标杆。是求主恩待我们，借着我这一个失败软弱的人的经历，是你造就，是这样怜悯的我，而且鼓舞大家，激励大家呢，是在你身上有造就的时候，不要推却神的手，应当学习说，主啊，不要照我意思，照你旨意成全吧。你试试看呢，神能不能从你身上彰显他更大的荣耀。但愿主祝福你的零碎的话语作为大家的鼓励或者启发，坚固我们的信心，顺服主的旨意到底。感谢主。